李毅、小鸭两位出来，来了，请面对。小鸭带李毅会不会辛苦啊？其实李毅是一个很乖的艺人啊，真的，对，就是各方面都还蛮乖的。经纪人永远要讲艺人的好话嘛，对不对？乖。但是我唯一受不了他有两点，两点，这一点跟那一点。好，公众人物竟然如此贪小便宜，怎么样？我都替你丢脸了。他贪了什么小便宜？一般我们录影的时候可能是早上可能下午，可是他每一次录影的时候一到现场他就会先把那个充电器拿出来，对，他说我要充电，我想说手机没电是很正常，充电，对，那一次两次三次我就觉得很疑惑，想说奇怪，你手机怎么老是在没电呢？然后我就有一次问他，我说你好奇怪，你为什么每次到现场都要先拿出充电器？他说你不知道96还要硬充到100，拿出六个充电宝狂充，对不对？真的是。他说你不知道那个在家里充电要钱，那个在那边化妆间充电不用钱啊，而且录3个小时可以充到宝，哎，把那边都吃到饱，一定要满的啦，充到饱，一定要100啦，哎，真的是满满的大平台，哎，不是，我真的要讲。因为我不是一个那种手机成瘾症，所以我可能现在充完之后，然后我回家到隔天录影，我手机可能才要没电，就是我回家之后我不会一直拿着手机，对，所以每次都刚好录影的时候没电。但是现在我要补充一下，就是有时候会被罚得更严重。对，但我要补充一下，他有时候闯红灯，有一次你知道吗？闯过去，唰，警察拦下来看，怎么？你他妈没有看到红绿灯啊？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你。这个理论怎么会对呢？开2张，对，他就是有时候甚至就是没有带充电线，他会不择手段的充到电，硬要充。对，就是不论旁边是谁，甚至不认识艺人，他都可能可以跟他借充电线或者充电器。就是不好意思，你有没有带那个充电器可以借我充一下？但我有一次看到你也在充啊。对，你是属于有动作装一起充嘛。好，黑函第二件是什么？穿着打扮超邋遢，毫无羞耻心可言。哦，这个到底是有多邋遢啊？穿的比较随便啊。怎样叫没有羞耻心呢？有一次去那个鹿鸣魔出任务，然后我们那个服装创作者其实要求要椰蛋气息，所以就要请他们精心打扮。所有的来宾都有精心打扮，就唯独他就是穿了一件很绿色、很普通、很素的 T 恤。T 恤打扮成圣诞树啊 ？OK 啊，素啊，素要不用，而且他又高，随便啊，腿又素干呐，很好，刚好绿色，很像很像。OK 啊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制作单位就来跟我们说，李毅怎么会穿这样子啊？他怎么穿像个路人一样？这不 OK 啊！这谁家的艺人？路人那就对了，圣诞老公公的坐骑啊！迷路，你看我都帮你讲话，那你是不是穿太随便了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前一天刚出国回来，然后我出国回来，他们才跟我讲说你明天要穿红色或绿色的元素，来不及准备，我来不及准备，然后我又不可能穿着厚毛衣去跑外景，所以我就只能就是穿一件我仅有的一件薄绿色 T 恤，但是同一集也有以豪，以豪就穿了一件大毛衣，这是敬业的问题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让你把那个胸中怨气发泄出来，请看 V 下来。和经纪人开完作战会议后，将以大热门外景的名义来骗骗李毅。哎，你来了，来啊！等一下，你家是要穿衣服吗？不是外景吗？我觉得，而且今天我还在想说很热，然后可是因为冬天，我还是穿华丽一点的衣服哎，华丽。可是我想说外景穿华丽是有点怪怪。没关系，我这边有衣服。来，去换吧，快点。你确定要我这样子跑外景？啊，快点，我们赶时间。你包包可以放公司啊，因为都要户外景了，这样再也不方便。这有点不合理呀，超合理，走。公主也不会穿这样，而且出外景穿这样真的怪怪的。但我们就是要让你怪怪的。嗨，到了。哎，有
会穿成这样子。不合理吧？不合理！而且我觉得我一路上扫到很多狗屎。因为今天我们是要测试贤妻良母的外在。就是贤妻良母吗？所以我们今天会要在菜市场限定时间内，然后限定金额，你只有500块，然后看谁剩最多钱。天哪！我觉得一路我会扫到很多狗屎，这穿的不合理吧？所以你没有带可以换的衣服。因为这市场再晚一点就要结束，好吧？好多，我就有点害羞。我这样出现，有点就真的超美的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了，全世界都在看我哎。快快，预备，开始。走吧，还一条10块。玉米，来个烤大锅，一条玉米。好可怜啊！求求你给我，老板快一点，我真的觉得你快一点呐，快一点。老板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不是很正常？正尼山的八分甜又酸又甜，肉身厚，心又小。我跟你讲，麻油鸡刀子下去，吃肉喷出来。刀子下去，汁喷出来。想买几个？我没有什么钱。那我没有什么钱。什么？我要寻找一点。第一次觉得自己很红。好了。你是 model 啊，长这么漂亮，谁你是 model 长这么漂亮，嘿，啊，还没有钱买吗？怎么可能？挑挑最便宜的给我，69块而已啊！小声点，小声点，你长那么漂亮，啊，你小声，我求你小声，你长那么漂亮，我挑颗小颗，我挑最小颗的，84块，84块，对，没有办法，谢谢，小声，老板娘，谢谢啊，恁家人在一起啊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前期的测试已经测试完了，我们现在去测试第二阶段，还有第二阶段，所以我们要现在去西门町一趟。好，走。在市场已经让他这么不自在了，接下来要用更猛的。我们现在就要进行第二阶段良母的阶段的测试。那要麻烦你再帮我们换衣服，我们有准备那个行动更衣间，对，你要帮我们换一下，我们要去测试这些机长对你的好感度。好感度，好，就麻烦你了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该不会是你？李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被那个店家厂商赶，我这个要移一下，你换完了吗？没有，那自己脚。那你帮我跟着移动好不好？终于上当了，外景假的，店家假的，被赶也是假的，接下来有好戏看了。上当了。3、2、1。你今天被整了，我们今天让经纪人来控诉你。造谣！你已经露脸了。好，我们赶快换衣服。我不会再签了，不会再签了，都不会再签了。西门町人有多多吗？我们看到了这个假日哦，所有地方人都水泄。嗯嗯嗯，对，我觉得人都水泄，没有，就是超多人的意思。对，他直接把我移到那个广场，然后把更衣间掀开。哦，拖到一半，掀开我还听到路人在喊呢，哎，梁凯丽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嘛。对呀，V怪客，这个时候知名度反而对你来讲是一种助力，助力，会被发现。刚为什么没有只穿一条跟那一个安全裤那一种？怎么会是那个很松的肉胎？不是，因为他说要扮玩偶啊，所以就先穿那个，然后之后要戴一个头套。哦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是狗屎，不是狗屎。我踩到好多狗屎，狗屎，狗屎。好，来谢谢李毅，谢谢小亚。